一种选择呢，就是说平 A 跟一手，跟一把输出的话，一旦找到漫天血赚。那第三种可能性就是直接立直人，然后防在进攻的时候还有一个防点杀。我们看一下啊。那么果然的话，光荣王这边有一三速啊。哦，但是对方明秀员的话，开场就点大唐比自己的化生速度要快。大唐先横扫之后呢，化生四一把破甲，紧接着地府小死亡再挂中。是。经济五单抽14000啊，这样的话，观战方的大唐率先倒。但观战第一把开始就点吗？点对面辅助位，点化生四3400。哎，这是一批杀人力，这是一波杀人力劈开啊！对，有点秀啊！哎，风信这边的话，好像这比赛节奏在之前的武神坛，其实我们也有见过啊。这不是一般的快了，哎，就跟你打前面20回合了。对，也就是前面20回合，这个比赛会非常快进行的。观战方这边是不是5号还没出手？最后5号出手，看这个血量的话，不爆应该能贴住。对，看观战方女儿村下一回合怎么考虑。如果换的话，那么换的话是有机会啊，是只能说有机会。那就考验明秀员的方法防啊。对，我感觉如果不爆的话，带不走，差不多吧。对面女儿村这个血量被贴了6000多，所以说他也会摁一把金青。来，我们看一下，直接换，反正吃一把一致嘛，自己女儿村的这个宝宝没有掉。774有法联吗？没出法联。那这样的话，女儿村给自己的化生四顶个血，杜绝你观战方这边的地府，然后直接再换须弥。那这样的话，点杀对面方的化生四不成功，直接也不，没有过多的考虑，一把舍生啊，把自己先给舍满，因为那力劈再去压血啊。那这样的话，压你可压不住的。是啊，你就算跟一把这个琴，琴音三叠叠的是对岸方的神木林，剩2只，那应该是有一只劈错方向了，我个人感觉。因为你这么慢的宝宝出手，虽然说打了一个高敏，比对方的这个总体来讲出手是要快一些，但是呢还是差了一些啊，是气血。那么观战方开局水泊梁山可以说是有个很大胆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对，我们鼓励这种大胆的打法，看着好看啊。只能说对面幸好是一个虎阵的一个，我们说有防御位，要不然的话开局可能这化生就扛不住了。但是这一回合观战方水泊梁山就一定要进行防点杀了，因为你在用杀人力劈去硬压对战方化生四的时候，对战方这一波这个善恶宝宝是一直没掉啊，而且现在总体的状态也比较好，而且九凡也起上了，对吧？你观战方这边没有后续输出，是经济五单抽跟过了，琴音三叠也放过了，观战方那边神木林的话也不会有太多这个更高额的伤害了。是，而且对面的话愤怒比较多，他化生也是够的嘛，给一把金青，给一把金青的话可以有一个稳出手，甚至说放下赶紧丢啊。看对战方的话，如果要点的话，有可能直接拉金刚发文夹不中，先补野兽也不着急。那这样的话呢，把观战方女儿村的宝宝给清掉也行啊。化生四拉金刚，因为现在还是那个刚刚第三回合，从比赛切入的话，对战方大唐比自己的化生四跟地府速度都要快啊，这个速度确实也是全场的五速啊，还是比较夸张。所以说对面可能说也比较清楚吧，就是我开了虎阵，那么很大可能性的话这个女村就没有速度了，那么我就拿一个大唐的速度，拿大唐速度。 对，所以说也是想的比较明白，因为你大唐只要有速度优势的话，点双方在不休息的时候互点的话，有大唐这个速度优势一方肯定是会这个更加主动一些。是，而且就算女村掉到了2速啊，大唐的话这个奇迹如风起一把之后，然后下一回合自己的女儿村也能拿到一个短暂的一速。是，观战方女儿村控对战方大唐不让出手，这确实太怕对战方大唐扫出来了。哎，月下啊，不让出手，很可惜没有封中啊，一把效力丢对战方的化生四，就刚才被点杀过之后，这个金青一直没有放过啊，我佛慈悲提大唐。那大唐起来之后怎么说，先出宠，地府小死亡挂观战方这边神木林，但是呢大唐被封印，那这一把点杀的话应该是失败啊。观战方这边两只力劈啊，不敢再出手了，全都给自己的女儿村以及神木林，场上相对来讲四个单位最弱的两个单位啊，先卡个血，能不能打出163？哎，好像呀，这一把的血量看着很暧昧，应该是打出了一把吧，我感觉打出了，打出了，应该是打出来了一把。那个一个我们说一个紫心跟这个神木林的风铃是有点挡住了，但是观战方那边女儿心应该不敢大意吧，是还要，其实我觉得卡个大金就行，是五龙倒没有必要紧。但对面这把的话他还有点杀的空间，两边的话因为前期的这个快节奏啊，观战方的话也是你说人心没叠起来，所以说我随时都可以叠你，看一下要不要再切一把观战方大唐。
过血，过血，先把这个沙利皮清掉，也没问题，也没有问题啊。对，因为这个国标阵容的话，你场上宝宝不神佑，然后这站不住的话，会非常影响你点杀节奏。大唐平 A 爆了一个6700，那这样的话，漫天是直接没有找到，仙力还在再给自己的神木林加一把血，全秒。开场的话，五回合，对战方的善恶只掉了一只。那么其他对战方的神木林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哎，这直接神了啊！最后一只这样杀力劈，嗯，全面顶药，把自己大堂解开。观战方那边第六回合，终于啊，到了第六回合之后，对战方大堂和化生地府整个的这个速度，完全现在调到了一个正常的节奏。是，之前如果要是说之前那个第一把。化生比大唐快的话，破甲给到观战方那边，大唐甚至有可能会被空切掉啊，有这种可能性。现在这个速度调整回来了，自己的物理慢于化生和地府呢，这样的话点杀就会进行的更加顺畅一些。六回合，神木林，我觉得对方神木林是不是也可以把仙力孩子拉出来？要点了，来看一下，应该是要点对面大唐。定点大唐，因为神木林身上有小死亡，来看一下。对面如果不点的话，顶个血鹈鹕解掉了。对战方大唐怎么说？对，反点观战方那边大唐呢？这样的话，观战方大唐根本就出不了手啊！第一刀的话，人直接贴，还有一个暴击，我贴了6000，嗯，第一刀直接爆啊！那这样的话，第三刀2800，看一下能不能空切，差一丝血空切。仙力还在加观战方那边的大唐，因为第六回合连1.0元都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呢，观战方大唐要倒啊！后续的对战方还有一排善恶在。是，嗯，恶报，而且对面对于自己这个伤害以及观众方血量的把控也是非常清晰，预估也非常好，对，对他法系直接出宠了，嗯，因为他知道你的这个，首先我四只善恶，我出两只恶报的话，你没有纸人，没有这个金刚护体，对不对？那你大概率的话你就防不住的，再加上你化生寺人心刚才一看。只有一层活血的话，也就是到了1000多的血。对啊，魔镜孩子加一下。你如果要是点我，你魔镜孩子给自己顶个血，不出贝玉的话，也就是3000多啊。是，但是对面这把横扫，最少我扫过来，不管你倒不倒，你肯定是横扫不出去了。是，你扫不出去，以攻为守也可以啊。这样的话，观战方大唐现在频繁倒地啊，开场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大唐的伤害，阵法有小克。我们之前其实看水泊梁山的比赛，他大唐的伤害也不低的啊。观战方这边化生寺赶紧再跌人心，活血，两边互相活血，嗯，顺势加了一把亡灵追魂，节奏非常好啊，明学员。一秒要清善恶。这样清善恶的话，其实节奏会慢许多啊。看观战方这边，是不是2号、3号宝宝要去摁对面的3号虫？观战方这边3号宝宝先掉。那按场上这个节奏的话，观战方由于很早的出了两个孩子，那宝宝又不多，如果说想清对面善恶，靠这么取秒的话，如果对面比如说有意识的去卡个药或者顶个大金，那基本上就清不掉了。靠什么林如果取秒？他的胜负手也不能说胜负手，就是他的这个争先，其实就是那个第一回合啊。第一回合如果说没有偷掉对战方的化生寺，就他就离这个整场比赛往点拉很秀，很秀，有点拉光辉先打上，给自己的神木林，大唐起纸人啊，有速度优势。对，慢宝宝了应该还会卡个回春。有一把纸人的话，就算是观众方那边的神木林跟一手去秒对战方大唐，应该也是不倒的。是，来回春顶上，回一下自己的伤势啊。那么这样的话，随着下一把对战方化生寺的活血，对战方大唐是有这种横扫的血量。是，嗯，观众方那边大唐的小死亡回合数又结束了，但是呢。怎么说？不好，魔镜孩子拉起来，然后大唐先立纸人，来看一下。嗯，不好拉呀。他是这样，如果要是拉起来立纸人的话呢，有一个什么问题？还要看对战方那个一排善恶宝宝守不守？守不守你？如果要是守你，或者说有两恶报的话呢，这个大唐很有可能再度倒地。是，嗯，目前来说血量有点难回。是。而且对面善恶全都在飘三风，飘中一个法系也行吧。哎呦，控观战方这边地府也中，哎，魔镜孩子先拉丢一把凝滞，还想抢物理速度。
我是觉得啊，这个物理速度不太好争得了，不太好争。嗯，花二四给一把活血，小死亡再挂，看一下对面会不会出勤。我这大唐又爆三刀，三刀空间欠一刀，巨剑、一把剑斩。哎，对面你看这开局，也是很清楚，官方他是要，打前面二十回的节奏，就很多次的一个控制都给到官方地府，是，基本上能控制的能出手都给官方地府，就他完全不去管你这个输出的一个出手，因为我大唐比你快，就算他就是利用这个物理优势，对，我频繁的压你，水泊梁山两个输出点，后续我倒了就倒了，我倒就倒了。你观战方这边的话，只要是大唐倒的话，一个单神木林，你除非说那种经济舞单抽又狂暴特别夸张那种，我才有可能倒地。但这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对战方的话，他开场是一波善恶呀，那这一波善恶的话，其实给予观战方这边的压力非常大的。上次韩真先针对战方地府，而且刚才也说过，观战方这两输出他频繁倒地，其实说对面这波善恶太难清了，太难清了，没有办法清得掉。你这壁垒又要顶到，又要五龙开这边的单位，就是说没有空来清对面的善恶了。观战方这边的化人四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哎，起风了，起风，起风的话，下一回合依托地听以及大唐的速度，上把还给这个对战方大唐丢了一把这个凝滞，是啊，那这样的话，大概率还是去硬点对战方大唐啊，善恶来守观战方大唐，有一个贴保护，那么没倒。对，观战方的话是有整体的速度，因为起风，而且也领先了，刚才领先了对面大唐一个凝滞，哎，领先一把凝滞，所以来看一下对面的这个应对是不是要女儿村直接争你地府，就保证你小死亡挂不上。对战方女儿村争地府的话可行，对，这样就保证你小死亡。这样的话，就算是我大唐倒也行。观战方这个地厅呢，如果要说点对战方大唐起观战玩笑的话，更多的就是先把他这个惊风赶紧给清掉啊，要不然的话，对方那个大唐亡灵追魂，然后再加上这个惊风的整个状态，七杀刚才也叠到啊，那这样的话，整体状态还是比较好。是，利用这一回合的速度优势吧，起风是肯定没问题的。哎，给孝礼，给孝礼，不让惊清。小众，小死亡挂，小死亡有挂。对战方女儿村现在全场三速啊，大唐罚站了。那对战方的女儿村是金青还是罗汉的呢？大唐先 A 了一手，因为气血上限毕竟不够，金融云石也拍。我这地听还不出手吗？来看一下地听的一个速度。小死亡再挂大唐又中，对战方大唐怎么说？哎，这地听好慢呀。好慢，对战方的大唐因为这个盾呢是上一回合就已经立起来的，那么明秀园的大唐确实速度够快啊，在开场宝宝代码的情况下，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自己的这个化成和地府速度都快，非常自信，很自信。那官方这边两输出倒地，而且又没有什么输出宠，对面这排善恶是完全清不掉了。这把说实话，如果切过来你还是得倒。看一下对面有没有想法，好像没点吧？如果点的话，是不是应该控一手女儿村啊？点的话应该给活血哦，给给拉金刚了。拉金刚女儿村可能是被笑中之后，应该是碎玉封一手观战方这边化成四。来，你听，中了法宝，也还行吧，反正都被飘中。对，哇。观战方这边开场的话，水泊梁山宝宝确实也是神佑的比较少了一些，一把风卷能不能带到啊？带不到，因为一号太快了。刚才来我们看一下观战方陵园啊，只有地府有，那你这种情况下有点难受了。但是啊，对战方的化身地府也没有啊，手抓没用过。手抓没用过，对，手抓没用过，全场三速，对，而且对面出出来的时候没有顶一个小四海，哎，那官方是不是有机会去手抓一下？但其实这回很微妙，就是对战方的主输出其实可以在大唐身上，这个地听其实无所谓的，我可能直接小死亡挂上，我就直接他有可能是对战方小死亡直接挂观战方那边的女儿村或者神木林，然后地听点着观战方那边的先例孩子或者二号这个黑童子直接起观战玩笑，哎，防你手抓直接顶满血，观战方金青一把金青，但是呢观战方那边化成四全场四速啊，
变方拉了金刚之后，地府的速度会慢一些。小死亡是不是挂女儿村？哦，继续压神木林，也没问题，还行吧。这样的话呢，小死亡没有挂中。来关照万象，对面大唐也是把一点灵元给了谛听。那后续神木林的话，应该是有这个秦三点吧？关照方这边的女儿村没有法防，完全没有法防。女儿村和神木林全倒。对面方是要收了呀，要收了，完全没有法防的女儿村。那秦三爹叠的谁身上还不好说呀，这要叠的地府身上，地府可能也要倒。观战方神木林9速啊，对面方神木林10速，看对面方神木林怎么出手，再补一只谛听。那这样的话就确实走远了。是，那善恶这种打法的话也是观战方选的，就前期跟你拼一个20回合。是，月下不让你出宠。由于观众方他是医术啊，所以说想出归宿啊。对，水梁山这边的话，女儿村是有慈航的，是，这点来说的话是很清晰的。哎，再横扫，那么出了两个163，直接倒地，拉着虚弥。远方那个一号谛听的话，速度应该比较慢呀、啊哎。神木林都加上战敌了，是，这要收比赛啊。来吧，观战方那边的地府跟化生可能都会倒了，不太顶得住。化生好像还行啊，这个地府不行。哎呦，2500也不好说。再有连爆的话，地府先倒，1200，化生寺的宝贝也丢。那这样子的话，下把对面点着法系开鬼眼，看一下能不能，把四号清掉。如果能把四号清掉，那基本比赛就宣告结束了。如果没能清掉，那官方还是有我们说这个慈航的机会，慈航的翻盘点。对，哎，化生他想倒啊，还是倒了吧。倒了，行，如他所愿啊。对，如他所愿。760，来看一下这把慈航。那老操作，对面可以点着你这边的人物单位，我们说继续强挂就行了。对，强挂小死亡，或者说，对面方的女儿村应该是单圈控观战方这边的化人寺，是啊，头上有这个资金效果，可以试一下啊。然后地府的话，直接强挂观战方这边的神木林，就非常完美。一把扫点啊，观战方这边的话应该是扛不住的，而且观战方现在需要需要出宝宝。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神木林出宠的话，对面方两只谛听这回合甚至都有可能会出手。很难啊，虽然说慈航能辞出来，但是说这个比赛想别说翻盘，想僵持下去了都很难。对，选择了不一样的开局。在去年武神坛的时候，是不是明秀元曾经有过一次一波力劈开石金刚，是吧？有啊，我记得那场比赛也是。那既然选择了这种打法的话，那就会打得非常快，再补谛听。小死亡挂女儿村没中，没中。直接先给一把剑斩。那这样的话呢，对面方大唐想连续出手，大唐刚才加过战敌啊，随着这一把剑斩之后呢，所有的灵元都已经用过了，下回合如果再想点杀的话，就需要横扫啊，加上化生寺那个谛听出手，是下一回合的主伤。是，开场的善恶还在场上啊。那下一把的话，对面四号的一个谛听，身上什么都没有，那有可能是明秀元那只工谛听。那强拉自己的女儿村，那这一回合女儿村有九力电荒状态的话，只能出宠或者说去用法宝干扰一下那个四号谛听。是，如果是工谛听的话，那点着光工谛听那就冲化生寺喽。对，就冲化生寺了。因为观战方这边的宝宝也没法开这个化生，要不要选择拿女儿村直接人开了化生寺，然后化生寺倒就倒了。但是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的四号这个归宿宝宝应该是扛过这回合了啊，所有的输出单位的话现在都有鬼眼，就不让他小死亡倒地。哎，我还有慈航的，还有机会啊，还有理论，还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一回合的话，化生寺可以再补一只宠。对，那整体来说的话，明秀元可以说是也是不客气。那么这个套路在第一回合点我化生点不倒的时候，也是利用自己物理速度的优势吧，是就疯狂的压制观众方这边大唐。但是我们可以看啊，17回合观战方这边的化人寺还有一只宝宝可出，拉一个虚弥，空地府有中，盖罗汉，因为他的是有一个我们说归宿在场上，那么
他上一把磁铜丸是抽久了，喝酒，喝的奢的，全战敌再给四号加。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要直接杀化生？是，那就是那只工地厅吧。摄魂点1900-2300，好像不需要地厅出手吧？空切5400，直接空切掉观战方这边的化生四，看一下是不是？哦，还是法的，还是正常的。说实话，工地厅你认不出来，哎。但是宝宝扛不住啊，是。而且观众方女儿村的话，应该是，后排的法防条数应该不多，对，不多，两条吧，我觉得最多了，最多了，最多了。我感觉秒过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两条了。清音三叠，清归宿有感知，哎，有归眼，神了一手。那看一下，怎么说还能玩一会儿？提的自己的神木林，这和对战方大唐毕竟不能出手啊、那么想依靠神木林直接把观战方这个归宿清掉也不太现实。快地听的话，给自己大唐顶个血，继续出一个归宿。嗯，这是观战可能说也比较清晰那点。我女儿说只要速度，其他什么都不要了。我要速度就是抢个全场一速，然后发起进攻，然后略是慈航。行就行，不行就再提前准备下一场了。对，正常倒地的话就起来喝酒，就金青罗汉就看情况而定。如果说人不倒地的话就放慈航，但是以水泊梁山的姿态来讲，他这么打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不冲的话，就是一个慢性的结束比赛。你看他如果说第一回合能把对面化身点倒，其实说。那会很赚啊。节奏就来了。点倒了化生四之后，就可以去考虑压对战方大唐了。因为没有人心的话，对战方不可能说凭着这个极度的大金和伤药，然后来让这个自己的大唐扫一把。那么如果要是说第一回合我们转过头来说，第一回合观战方这边水泊梁山如果能够压住化生四的话，对战方大唐的这个速度优势其实就形同虚设，相当于有一点没有的那种感觉。对，那么还是千里刀那个男人。还是说在这个第一穿刺大唐啊，还是很强很强，而且战斧头。那对面的话要继续开鬼眼，那基本上你也不太有机会了。只能说水泊梁山这个女儿村带酒的话，一场比赛6-7打6-6，我觉得应该5-6打底了。对，5-6打底他得带。是，因为什么抗性都不要了，给把效力，继续冲，打得很奔放。有宠换宠，顾问命谱这样把观众旁那边的化人死和大唐锁在地上，一把群秒。那应该两个人倒地的话，辞不起来了。对，辞不起来了，没有机会。化生四还有四回合，那么开了无间之后，把所有人物单位都锁在地上。你就算对战方观战方那边的现在新出的这种五号还是一直归宿，但是你拉不起女儿村呀，那你能拉谁？拉个神木林起来之后，伤势也回不上来啊、那这样的话，最多出一只宠，结束，结束了。上这把国标没问题，打法也没问题，只能说第一回合我们说运气啊，或者说这个伤害差那么一丢丢，差了一点啊。风林火山因为无间地狱的话，这是最后一回合，对战方怕下和观战方这边再拉起自己的女儿村然后再喝酒。那看一下这回合，可以继续点挂神木林。这一把点挂神木林应该不是起的风啊，我觉得没必要，是吧？对，金烈如火好像也可以啊，但他直接冲观众方这边地府就行了嘛。把地府摁倒的话，你就算是五号拉起女儿村之后，没人可辞呀、对，看一下。可以继续点挂神木林，反正现在的一个节奏掌握在对面啊，依然选择起风。加笛子，哎，一个铃铛，再补归眼，
还是，哎呦，这只工地厅来了，工地厅来了，来壁垒，哇，九千多，那么还有一个经济剑，还有个力劈，哎，劈到桂树，哎，这只是这一下劈的其实是最到位的，对，太赚了，嗯，17900。这只工地厅也是在上个月，在本月吧，就是打珍宝阁那个群雄逐鹿的时候，第二赛季应该是，世界二的时候，有过亮相，八进四的时候战胜了珍宝阁，就是说点对面的女儿村，点珍宝阁的女儿村，那时候是非常惊艳的，对，基本上点这种辅助或者说风系的话，四个我们说四个技能，如果对面不神佑出三个，基本上就倒了。因为，毕竟工地厅的话数量相对来讲还是少了一些，少了一些，所以大概率房地厅的话还是，精兽云齿当然是这个就是通用，对，那么大概率有愤怒的话还是会接罗汉。对，那么我们恭喜明秀园拿下我们积分赛第一轮的胜利。嗯。